何必你要干嘛？我要签名。佳佳，我何必来了？如果他不开心就，我送上我们家阿呆的LINE。一次就够了，可以。我要跟他讲，这里有个惊喜，你要仔细检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太高兴。改天他来装的时候，他在我的 BNG 上面也可以写。那是 BNG 的，台历的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静か論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今天要去台中，好久没有出门了。我们没有坐高铁，可是开我自己的车，要去签那个公益车啊。那一天公益车怎么了？开一开竟然抓温度，结果是什么？水箱爆了，水箱太热爆掉了啊，所以水漏光了。里面漏光，就是温度开始抓高了，就赶快请弟叫他不要开，拖去我们台中配合的保修厂，把水箱换掉了。那现在，因为车主很忙，他都是那种上大夜班的，他说他白天在睡觉。我想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然我们就去帮他签给他，对吧？假如公车卖了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，我们还是要帮他处理。今天不只有这件事，第一我们先下去，第二去牵车给客人。晚上还有一台车要补，另外一件事到时候再跟你讲。是啊，这么神秘。对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先卖一下关子。哦。耶，台长，我们到了。刚刚卖的关子就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后面就知道了。哦，避震器哦。对，开一开觉得避震器不行，马上就处理了。这个品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 ，DROGI。为什么我记得？因为那边流血，还好。这里的老板我觉得还蛮厉害的，都自己制造的，什么胶也自己打的，还有无尘室。刚刚稍微有聊一下，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我的避震器，等一下会帮我们量那个高度啊，马上量，马上制作，完全客制化。没有，它也可以调啦。暂时段短令可调，跟高低可调。喜欢唱练的，你都把唱阿给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看一下。对啊，好，好，走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弄这个，你看避震器的椅子。你的雨伞架拉扯了。哎、欸，它还可以转呢、欸。这个比较炫哎、欸。这是改装的啊。它、啊、可不可以弹？有了，可以了。坐上去应该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个主要就是做让客人去测试不同弹簧做出来的感觉。不是，这是给人真的要给客人测哦。这边五万块，现在五千五六万。我靠！哎、欸，对你刚刚说弹簧也是说什么弹簧？热卷弹簧。哎、欸，热卷弹簧，我做看看。这个要用力抓去，去感受那个弹簧弹跳的程度。欸、我觉得我最热会叮当。看哪一个比较硬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不晓得，我还在试。因为车比较重，哎、欸，这个比较软。嗯，我再看那个。这两个比较硬，我喜欢硬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台长，你有解放吗？哦，解放。等一下你们做完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嗯。哎，秘密。你先三个试做，我们有其中一只是标榜全世界完全不会漏油的避震器。哦，那我要装那一个。那个最软。对，那个最软，感觉是差不多。那椅子可能没有弄好。可是这个是最硬。对，那个感觉是最硬，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中间那一个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哟？看那个芯跟那个弹簧，这个比较不一样。芯抽，不管有好不好，抽了跟他用，抽了跟他用。哎，男人就是要出嘛。对。查甫人吼，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。告诉你们，我们里面没有灌油，里面没有放阻尼油，要就是让客人去做，感受一下这个弹簧。所以不会漏油是哪一次？没有灌油的。不灌油。对，所以这是灌空气的，头打拢用这啦，头打拢去看啦，拢袂漏油。这是什么？三脚架的。GB 七四，这是它的加工套件。机敏的哦。对，然后这是他们机芯专用的弹簧。哎，机芯的，哇，机敏啊！我的那个最夯的二手车，二手车涨价的那一台，比新车贵的那一台。我放心感，我这整个套组这样。用心呢，这个是小霸王的货车的变形度轴后比想象中还轻呢，不会很重哎。但是如果你拿原厂的哦，再拿我们的，你就会感觉重量有差。这是它原厂的，其实阻尼你用这个用手拉就拉得出来，你会加油啊油。你个对，就轻松的。我等下气温也好用对，我戴袂叮当。你要第一用全身躯的力落去戴。那是讲伊特别压力比较够。所以阮有分一般版还有载重版。你若讲你再较重的吼，我阮的。
没问题啦。所以会车买啥？你中走啊？摩托车没有了而已。摩托车没有。摩托车我们还在努力开发。不要再问我摩托车，我都帮你问了。对，就是传动轴防尘套，主要都是以外销为主。哦，你防尘套也有做？有，这个全部都是外销的防尘套。台长，你知道为什么换车道久了要换吗？因为车道上会转嘛，转久了啊，你会这样转啊，这个会裂掉，裂掉之后里面的油就会喷出来，就要换这个换车套。啊，这换车套扣个百，它就这個。我们这细胶的，保证的。我们那个每年每次都有厂商过来测试，测这个嘴哦、喔，可以拉到这么大，假牙都伸出来了，张力很够，赞。我们主要一楼都是制造防尘套，传动轴防尘套，然后还有我们避震器的防尘套也是，然后会有模具下去生产，是避震器的，这是外销的。这款也应该看耐用哈，耐高温。哎，大家你摸一下，你这感觉跟那一般的那种塑胶的真的不一样，这卡哇。啊，这个坏掉一般有些人都继续用，不想换，因为它跳灰就麻烦了，钢筋就贵了啊。所以啊，这辆北派，把它动就固了。然后我们像这边有五个产品，像防尘套、卡钳、避震器。泰山，眼睛一亮了哦。我们颜色是可以客制化的。然后这边是上一个网红来开发的 Mini Cooper， 然后在这边也有三脚架，然后游离胶，我们主打游离胶。这个就是锁到防倾杆的了。所有其他的零件也都有，想得到基本上我们都有了。你们都负责贩售，没有在组装嘛？如果你来我们台中，来我们这边。我们就会帮你们组装，对，弄五楼，弄八零门啊，弄也在。这边是我们烧火师傅的工作环境，我们的脚管全部都是自己烧的。比如说他们组装是空的，这些脚架向左向右，他们要自己再把它烧上去。啊，固定那个刹车油管那一些都是要烧上去的。哎，修的是碎的，这老塞屋啊嘞。然后之后我们再自己去做烤漆，然后表面的处理。哇，会烧的就这样一圈一圈的，不会烧的，刚才我跟他讲的。牛的大便有没有一坨一坨一坨的？我们烧火的师傅是有经过认证，在台中地区算得数一数二好的啦。你别去保养了，就睡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带你们来去揭开我们的秘密了。我们去看秘密。这边是我们灌游离胶，那所有的你像这一颗一颗的、啊，我们全部都是自己开模具，手工在灌造，手工也自己灌的。对。生产过程大概在这边，下面是模具，然后上面就是灌好的。如果灌好之后出模之后，还要再经过24小时烤过，硬度才会真正达到我们要的那个硬度。所以人家说游离胶很贵，贵在我们这整个制造工程。冬天可能很爽了，夏天可能就做这个很热。我们等下进去之后，一样那边要先吹一下风，就先把身上的一些灰尘吹掉。我先进去，等一下开门之后啊，它会开始门关起来之后会吹风，吹完之后另外一边的门才会打开。我要进去吹了啊！他那边没关，我这边不能开耶。来了，这边是我们的桶身放置的地方，各种不一样的长度，每只尺寸不一样嘛，对，需要有囤货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桶芯，就刚刚说我的芯的粗跟细那种，对，这个芯比外面的都还要粗2mm。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阻尼油客制化，你有需要什么样的阻尼油，你可以自己来挑选。这边有我们的阻尼测试机，每次的煮完的变器呢，都会过来这边拉一下，看一下这数据对不对，变器 O 不 OK？ 啊，如果不行就是直接打掉，不行就是全部拆掉重新来。为了我们的品质好，要坚持啊，以后才会 对才会持久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组装避震器的地方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里面的芯已经组装好的耐磨带八片。对，你如果上面有裂缝啊，或者是说老化的话，漏油的几率就很大，或者说里面的油封有跑什么异物进去，导致它刮伤，就可能会漏油。所以才要无尘室嘛。哎，对，比较重要的是这个。哎，那什么？一般我们像你在家里面，好了，一年里面就算你窗户都关着，你都不要开，放个一个月。你就会发现有灰尘了。对，这类就有点像是空气循环的，把灰尘带出去外面，不要让灰尘残留在无尘室里面，让无尘室保持一个随时都没有灰尘的状态。然后呢，你们应该有听过隔离病房那种负压的病房吧？对不对？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让里面有一个负压跟正压的环境，灰尘不会从外面流进来，所以才有做那个隔间，然后让空气可以出去，然后再进来。基本上公司的工具全部都是使用吸纳棒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员工。每边设计的，这工具就是贵而已啦，好，就是贵而已。对啊，带大家看一下，这工具都是宅养的，宅养就不用特别去解释。对，我们就不特别介绍了。我们要低调，我们要低调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避震器的油封座啊，自由活塞啊，你这油封哪破一根熊的老油。对啊。无尘室大概就是到这样子。好，这边主要就是我们组装避震器的地方，然后工具啊，这边是未组装完成的避震器，就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小霸王的避震器。它这组装就是把这一个放在里面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把这个放在里面。
啊，组装好就变成这样啊。这样配色起来蛮漂亮的嘞，有蓝色、有红色、有黄色这样配起来，有黑色这样。但是它蛮重的嘞，你以为我这样一只手是很轻松哦？其实是蛮重的。我们在弹簧的上下都有做游离角垫片，主要呢就是不要让我们弹簧跟托盘有铁跟铁之间接触，减少这个异音的发生啊。然后游离角本身又有吸震的效果，耐高温又耐用，所以我们在游离角跟弹簧部我们做终身保护。你游离角你用了10年、20年，你如果坏掉跟我讲，拿过来公司我们直接帮你换一块新的。弹簧的话是高度快缩5块以上后，我们也要帮你换弹簧。我们的托盘的部分全部都有设计这个直覆螺丝，防止松脱的。托盘里面就叮当啊。对，然后阻尼30段可调。要重点是这边，看到我们这边有做一块垫片，这是防止说我今天如果遇到强力的撞击的时候，我的整支避震器冲破上座，然后去伤到我的引擎，防止它冲破的。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看到上座的部分，这里做一格一格的一个凸字形，让它有一个吸震效果，让吸震效果会更好。这边是我们的自己的烤漆房，然后烤漆颜料，然后喷枪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烘干都是在那边，就是以这个烤漆房为主。还有一些弹簧想要不一样颜色，然后想要请我们帮他做，我知道客制化的话。今天看完了我跟你讲，刚刚楼上楼下哪里都看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在测量我的车子高度，连刚刚有重量都测了，他才知道说要配多少。今天只是测量，我也没办法直接安装，因为他们要制程，大概就是因为我不急了，他说大概抓一个月了，所以我们下个月还要再来，对，下个月再来啊。制程就是刚刚那些程序有没有？这样跑一圈，你的车以后就啊。站了哈，对啊，想到都开心了。没有我的，有没有你的？你先把你自己的现在那一组抄坏就好了。以后我的车友们就可以直接来了。然后因为有你的数据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数据来的直上，地址我再帮你打上去。啊，这边有直接帮人家安装吗？要提前预约。对，要跟他们讲，要不要发在你的车友群里面？好像可以嘞。来这边有比较贵吗？当然报我的名字啊。对啊，我要抽20%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们要支持台湾的品牌啦。真的啦，哦，贵不贵我也不知道的。你有些人觉得3万就贵，有些5万他觉得便宜，自己上网查一下就好了。对，还在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开发过程或者说拆装变器的过程中啊，可以看到这边，我们所有的拆装过程，我们都会帮你们上叶子板的防护套，然后让你们的钣金不会受伤，保护你们的爱车，给你们的一点保障。然后再来可以看到这边这台，这是我们的搬胎器，因为有的人该练轻，该就重。但是我人无一定坑无说去考。就你的脚钱，你讲脚钱一做几啊万啊，刚考就背袂起啊，真的背袂起，所以对吧？一定穿这台，替你家己的电瓶开了。这台是自己发明的，规个全部拢家己来呢。我们先买塞杯啊，一折可以紧洽，什么都可以卖，什么都可以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对对对，专利式卡钳，主要专利是做说，我要让这个卡钳散热速度可以更快啊，散热的效能可以更好。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有做这个导风的，让风可以去把我们的热全部都把它带走。这边平面呢是做一个菱形的设计，这样的一个平面可以让它散热的效能可以更快，所以你卡钳的它的自动性能可以更好。这样一组多少钱？不告诉我，那等一下偷偷告诉我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静か論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来民雄，竟然站在路边一下下就被人家认出两次。对啊，我靠！表示说民雄的人热情。哦，不是你很哦。整个民雄只有三个，就那两个，一个买车嘛，那两个，两个路过的。今天任务结束了，台中之旅，整天都在台中跑来跑去，看我自己的车，好，交工艺车，好，还要铺车，这一集也算累嘞，然后就直接回去了，量好了，量身打造，我也不晓得装了下去会怎样，装了就知道了，现在是蛮硬的了，等的车硬邦邦的好不好？我喜欢硬的，硬的才好，对啊，你开到慢的嘞，我都去 A 掉，去弄掉，去吐掉，去削掉，拢慢，安全甲台北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跟在我后面啊，那困你个龙，好了再分享给你们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静か論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準備要上架了。
来吧，哦哦哦哦，浮起来了，看一下有没有签名。哇，你看这有几个？